我国与巴纽的建交案对国家形象造成严重的伤害，身为外长，本人深感自责。今天已经向长官请示获准，自即日起辞去外长以辞，以示负责。对于这件事情。 对国家所造成的伤害，本人在此要再度的诚挚向全体国人同胞致歉。